昆仑美在昆仑美有你整个创作过程当中，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，然后后来他也义无反顾的，就是当我们需要什么声音的时候，什么的时候，他就跳出来了。上片行销的时候，他也愿意开口唱他第一首歌。那对，非常的感名于心，然后这个结果，我想，评审团应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在那么多的优秀的这个参展影片当中，然后能够把这个大奖留给我，那非常感谢评审团，然后我特别特别感谢台湾这块土地，是一样的，是这块土地滋养了这部电影，那同样的，我们也一直很努力的把这个养分再灌注回这块土地。那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多的电影工作者，不管是在台湾、在大陆或在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再想一下，电影是什么？电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是如果它只有一两种关系的话，那也许就不那么有趣了。电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。那无论如何，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评审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谢谢。拿到最佳导演特别特别意外，那是完全，其实完全不敢想的事情，所以失控了。这些在台上的导演们啊，他们曾经走过像我这样子的年纪，像我这样子的开端，然后我相信我会永远记住那一幕，就是四位亚洲这么优秀、这么殿堂级的导演，从他们手中接过金马奖，我这辈子永远会记得那个画面，然后用这个画面来期许我自己拍出更好的电影，谢谢。入围八项，然后后来又拿了一个观众票选奖，就是等于是对一部像我们这样子团队，就像林志儒导演刚才讲，就是我们从第一天颠到最后一天的这种团队来讲，已经是太不可思议的肯定了。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有这么大的梦想，所以其实最快乐的时候是在过去的一个月，就是入围名单揭晓之后，那个快乐已经是我们已经腾云驾雾一个月了。那完全不太敢想今天能够有多少，那当然我期待所有奖项都拿下，因为它是一群人花了很多时间的结果，等于是我自己的小孩的话，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的这个小孩是值得被肯定。但是今天真的一下子这样子被肯定了，反而有一点，我觉得明天可能我可以更清楚地告诉各位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有点，心情很复杂。